真不走青钢影，但是他又不买，他又不带点燃，然后买多兰盾，一级学的一。吓吓他！他的一只能用一次。再 Q 他一下。先不炸他，等下波线出来。逼我！用好这个礼物！直接闪现过去，他有可能会等我的那个快爆的时候，他会闪现躲。但是我只要提前闪现，他闪现有一样会被爆到的，所以没必要冒险，直接闪现贴脸就完事了。如果我不闪现过去，他闪现把爆躲了，就杀不了了。把他们扔给鲨鱼。有耐心才是宝运，否则就是宝运。任何事情都要有因果呀。完全失火了，无法得到合法的安葬。要杀了他就忍心的称号，但不会被骗。要骗的。配合下加里奥，看一下能不能杀他。我的线肯定是亏了。没杀。哎呦，难受！这青钢影这样能拿个头，然后我兵线很亏。也怪青钢影，蓝枪应该是不会来上的，青钢影要血崩。再断他一下，等到快回的时候再断他。我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成渣。他两三波线全吃不了。好。快点！还有盾的时候，我 Q 他没用。都要有侥幸心理。人人有份。我要夺回树人之地。本来我的闪交闪吃不出来呀，这有血我没血，仁慈已经一起沉默了。TP 了，血肉才有分量。
感觉可以越。打野来了。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憎恨。将军，来击掌。这排大都没用，要砍。看他们废了，下路是不会再给大招了，除非有人头可以 K。男枪都被我秀晕了啊！我 Q 男枪进草没视野，我再 A 他，我再进草他又没视野，也就是我打了他两下，打了他半管血，他都看不到我的，一下都 A 不了。这就是不先手烟雾弹，然后就被我秀。你有耐心吗？这俩人在干嘛？被救麻，这皮不好好开塔，他妈给他乱扫，害我被救，多赖他，操！哎呀，还得跟打野配合出去，跟中单配合不了。搁这看什么东西啊，让你看看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连桶子是被水友上身的，到了下一波我不让水友上身的。刚刚是哪个水友上我的身，过来澄清一下，谢谢。大大送的烧烤。战王的超级。
样舒服的舒服。当心！这他妈爆了！